好，我们今天开始当然，终止，就是今天来看看到底谁的心机比较重。我知道，现场五人进行抽牌，分为四张好人卡，一张间谍卡，任务成功奖金进入攻击金，失败则奖金计入间谍金。金张得从一连串的任务过程揪出谁是大间谍。好紧张，也算了，我觉得我很紧张，好不好？好，抽，哎呀，来，抽，来，主兄，手很美。好，各位签名画押，好，先来啊，谁是间谍，现在心里有数了，这个时候开始，你就要战战兢兢的，间谍不要被抓到，最后呢，这个间谍，独得奖金，哇塞，好吧，这是我的了，就是我的，独得哦，是，好吧，这是我的了，哇塞，好吧，这是我的了，就是我的，独得哦，是，好吧，就是我的了，哇塞，好吧，这是我的，独得哦，是，好吧，就是我的了，哇塞，好吧，这是我的，独得哦，是，好吧，就是我的了，哇塞，好吧，这是我的了，哇塞，好吧，这是我的，独得哦，是，好吧，就是我的了，哇塞，好吧，这是我的，独得
爸爸妈妈孩子大家可以来猜，谁抓到间谍，明天你洗碗，后天我扫地。还不错，有个互动。所以呢，这时候我们这里面的五位，谁是间谍，答题就必须谨慎考虑了。哎，到底对该答错还是错该答对呢？好，来，我们第一题，每一题呢是有3000的奖金哦。来，请出题。
请问女模特在 T 台上走的台步，中文又称为什么呢？哇，这个一定知道吧？这个我们知道，我不是模特。中文你不知道？哎，女模特在 T 台走的台步，中文又称为什么？哎，请问加油加油吗？台步啊，就叫加油。张月明，等一下，哎呦，怎么了？太明显了啦！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太明显了，还想那么久。你还是模特儿哎，哎，我真的不知道哎。彦明哥，不知道他会写猫步，你偷看是吧？发誓，我真的吗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我其实我没有当模特当很久，我一开始进入演艺圈我就演戏。但是你要讲，我们一般讲说就是模特儿，他们要走的舞蹈英文叫什么？catwalk， 对啊，凯沃的英文也叫 catwalk， 对对对，但是有直接翻吗？他把它用另外一个诠释，对对对，他就是猫步嘛，翻成英文，有直接这样翻，就是猫在走路啊 catwalk， 好像除了我都对耶。啊，若琪猫步，猫步，你什么？台步，台走台步，你刚才叫台客好了，中文我真的不知道，对，中文我们也是直接把它翻成猫步，猫步，猫步，猫走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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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猫走路。catwalk 嘛，走路，对啊，猫走路，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对不对。来，正确答案是，答案是猫步，对吗？一分钟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呢，四个人以上答对，我们加给我们好人啊，就是公积金。来，下一题，请出题。请问身体哪个部位最干燥呢？请作答。干燥，哪个身体最干燥？最干燥，这里每次都超干的。哪里？这里。这里有手肘。对对对对对，手肘。嗯，每个人皮不一样。若琪是手肘，每个人皮肤。皮部位耶，部位，部位耶，皮肤是整身啊，这么讲叫皮肤？头脑有问题耶，头脑有问题。你什么？我写手肘，因为这里很干。我是写头皮。为什么皮有变粗？头皮会有哎，有点油性头皮。对啊，那是出油啊，就有。对，我写的是 T 字部位啦，我们 T 字部位。你是眼睛怎样？经常出油，所以因为它太干了，所以它才会出油。那刚好头皮也不是也可以讲。出油应该是出油应该是油吧，因为它太干了，所以它出油。七姐，你是眼睛？因为眼睛很干，所以要一直扎。可是有干眼症吧？没有啊，你随时都有在扎，其实就是它反射动作，因为它干了。对对对。那其实眼睛很水润啦，其实水不是不是，我们眼睛为什么要扎？就是要滋润它。对啊。对。因为你接触氧气太久，它就会干燥。很容易干燥。所以你要去扎。对啊。那所以我们不要给搞，好不好？每一个人答案都不一样，只有两个是手肘。好，正确答案是，答案是脚。脚的干燥容易发生在秋冬季节，它会让脚的表皮细胞供氧不足或供水不足，因此表皮细胞就会坏死。全员答错，奖金各扣3000。哇塞！对啦，这很难哎，因为到中间很多位什么都会皲裂，对啦，什么那个脚跟呢会裂啊什么的，脚循环比较差，对，末梢嘛。好，下一题，请出题。请问热炒店常吃的椒盐龙珠是指章鱼的哪个部位呢？请作答。有人有问题。等一下，有可能是嘴。哎，我嘴是对，真假？若琪是嘴，你是脚。脚，因为最嫩啊。因为脚的那个圆圈圈也好像龙珠哦，我差点，我本来一颗一颗的，我的想法是这样，它的脚那个吸盘。我记得以前人家有说是嘴，是嘴巴，是圆圆的。它那个，你看章鱼，它嘴巴都是圆的，你看那个卡通什么？对啊，章鱼嘴巴都是圆的。这个会做料理的人一定知道了，因为我们要清它出来的时候是把它挤出来，就是那一粒东西啊。好厉害，那就是龙珠，那就嘴巴的。嘴巴哦，你也是嘴巴。对吧？因为去吃过热炒店，应该大概对对，一颗一颗的，对啊，是不是？怎么办？你是什么？你怎么那么怪？你也是嘴巴？对啊，他脚。张彦明，对，你有活在这个世间吗？回来凡间吧。啊？还是你会真的间谍啊？怎么表露的这么明显？他皮肤很干呐，太明显了，他皮肤很干，知道啊？我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会演，太夸张了。我是真的，他如果是间谍的话，我觉得这个间谍够笨的，蛮好抓的，好不好？正确答案就是，答案是嘴巴，是吧？来，下一题，请出题。
请问男女之间交往前模糊不清的关系称作什么？提示：杨丞琳的歌。哇，有提示呢。请作答。这个在错的人，好贴心哦。这个在错，真的太夸张了啦！交往之前，交往之前，有人写暖胃了，有人写泡友。写错字，好暖哦，暖胃，暖妹，这不可能就知道了，炮友，一起跑，一起跑，我知道，对啊，一起跑步嘛，跑步啊，跑步可以，对啊，路跑的朋友啦，路跑的，对，路跑的跑友，我怎么觉得这个比较合理？哦，暧昧啊，对啦，暧昧啦，错字啦，我是错字，错字没关系，我们注音都可以，注音好，来，正确答案就是，答案是暧昧。之前那还有没有什么暧昧？有啊，有啊，先暧昧啊，先暧昧。对啊，嗯，交往之前根本各就各不理啊。如果他没有说杨丞琳，我想写试车，试车，一起开车去试驾。喂，乱七八糟，我真的好像我们跑友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哎，晚上去夜跑，车友试车啊。哦，那跟哪个是一组的？一组。来，下一题，请出题。请问嫦娥奔月是吃了什么奔月成仙呢？请作答。吃的嫦娥，这个好难哦。我们活了这把年纪还不知道，哎，我还真不知道，哎，不是月饼就是柚子啊？对啊，应该不是吧？哎，每个人不一样，哎，我不行，就每个人不一样是。嗯，他是说他不想要。给别，因为吃仙丹会长生不老，然后他要赶快不想给坏人吃到还是什么，他就自己赶快吃到，就他就升天了。应该不对吧？那如果我错的话，我先说对不起啊。那是我们俩一组的，我们直接想就是不是柚子月饼啊？有你那么直接吗？是月饼啊。可是我自己都觉得好笑，那是亚当。那你要，我真不知道这个由来。还是吃兔子。兔，我看太残忍了吧？吃兔子，我们不能残害动物啊！这是一个故事。那边写是吧？晋国，晋国是亚当哎。主兄，你不是试车就是晋国。对，怎么都是这种？怎么都这种的？都是一些不干不净的。不干不净的。哎呦，哎，正确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长生不老药仙丹。对啊，传说中呢，嫦娥是吃下了西王母送给后羿的长生不老仙丹，飞上月球的。哦，是不用对不起了。真的，这离我们太远了。对啊，好，来啊，好哎。所以刚才呢，都只有两个人答对啊，所以加到我们的这个间谍机。下一题，请出题。请问白娘子被法海关在哪里呢？请作答。啊，一个好难哦！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对，卧薪是什么？雷峰塔。对啦，雷峰塔。对了，好，雷峰塔。蛇洞是什么？蛇洞。这个 Discovery 是不是？没有，可是那青蛇、白蛇都被关在雷峰塔，所以他把它关在蛇的，不要让它出来。就是这样子很合理，这样子。对啊，好像间谍哦，完蛋，雷峰塔，想到了。雷峰塔，我不知道，什么塔？他记得什么塔？记得是蛋塔。蛋塔。会不会关到灵骨塔？站起来，可能是蛋塔。我这个应该不会错了吧？这个答案是雷峰塔。所以有四个人以上加到我们的攻击机。来，下一题，请出题。脑筋急转弯，请问哪一种熊比较厉害呢？请作答。这个很简单，这很简单。这不知道的人就是很没有那个。哪种熊比较厉害？哎，等一下，大家都写好了，这我不知道。狗熊，灰熊。对了，哦，灰熊厉害啦，厉害啦。啊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算简单，算简单，大家不敢。而且我是主熊，很多什么什么狗熊啊，什么什么熊，很多人用不同的熊来叫我。写主熊，灰熊也有人这样叫我，灰熊。对啊，你也是灰熊，灰熊。对，就我大概知道，只是一下真的脑筋装太多东西想不上来。灰熊厉害，好不好？正确答案就是，答案是灰熊，灰熊厉害，灰熊了。哎呦。今天公积金12000，间谍金扣到0分了。间谍，间谍，赶快跳出来！间谍，
哇，间谍，间谍还不跳出来，小心哦、喔欸！你答错蛮多的、啊，我是间谍，我后面就会。我真的他答错，但是我是平常生活知识比较不懂哎，但是这种脑筋急转弯我很厉害哦。会不会我们今天都没有人抽到间谍？怎么可能？制作单位喝醉是不是？来哦、喔，我们下一题，请出题。5000元默契题，请问一想到拍照的手势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这个作答这么简单，我总算能站起来。耶耶耶！我是比这个哎，最新的比爱心，我知道很有问题，韩国啊，最新的是哪个拍照的姿势？拍照是现在大家都现在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。我有被外国太新了，因为外国人好像不会比这个，对，外国人不比这个的、啊，后来他们比什么？有，你是什么？我耶。耶啊耶耶耶啊！爱心爱心啊！爱心鬼啊！爱心是大陆传过来的，对不对？韩国，那你呢？耶嘛！而且现在是反过来的，现在是这个，现在的耶是这样，最新的，最新的是这样。最起码，我们还会画图，画的还不错。那是耶吗？对，有一点惊喜。这有一点像芭蕉啊，对，很像芭蕉。只有你一个是爱心，你怎么会有问题耶？什么？我们说间谍精灵，你就马上来一个，没错，对啊。但是我们要五个人答对哦，这个默契还不错，来哦。下一题，请出题。6000元默契题，请问一想到减肥，你会吃什么？请作答。减肥默契题，吃什么？你会减肥吗？这个。是不是大家都会？哎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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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加油可以了，我们都是健身的人，应该 OK 吧？减肥是 OK 吧 ？OK 吧？健身的人其实不 OK， 不 OK 啦，不 OK 不 OK， 每个人好像不太一样。因为这是默契题，你不能够想，你要想大家会讲，是比较会有点。啊，大家不是都在运动的，运动不是那没有，不能太答太专业，不能答太专业。哇，这个默契题，你要写什么？肌肉啊，肌肉啊，那太难了，肌肉也不能要写鸡胸肉，太专业了，一般人会直接想到要干嘛？吃减肥药？对，减肥药啊，不是，这很不健康，谁会想吃减肥药？没有，这是默契，它是默契题，是默契专业题。可是因为大家都拿那个鸡胸肉的那个对啊调理包会去热，那个它要包含健身。我写鸡胸肉，哇，三票，不吃会胖哦。哇，所以这6000加给公积金的哈，好，17000对6000，至少有钱了。下一题，请出题。最后一题，10000元默契题，来了来了。请问一想到流星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可以吧？请作答。可以吧？很简单嘛。这答错就是间谍。喂。哎呦。喂。不一样。怎么会不一样？不可能吧？怎么会不一样？哎，你的，哎，有人想到雨啦。对，哎，陪你去看流星。真的有问题。流星雨啊！对啊，这就直接许愿。我本来要写这个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三个女生，可以像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，对啊，要许愿。你许不了啦，太多了。许不了，许不了，是啊，许不了已经走了，对，许不了。把许回来啊！你看流星真的真的蛮兴奋，而且流星许愿好像是全球性的东西，不是台湾而已。对啊，对对对，是全球性。那光害要很低的地方。哦，对，嗯。所以呢，恭喜了，我们4个以上加到我们公积金。耶！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的这个积分呢，公积金是20000啊，间谍金只有6000，躲得好好的。我是把这两个女生哦又排除了。怎么了？新田跟若琪。怎样？你来说，你怀疑谁？我怀疑，我还是怀疑是他。你怀疑张艳明？对，因为我想到他想要演一个走到底，就大家越不会，对，越不敢猜他，因为就觉得哪有那么白痴这样。笨到底。哦，他而且他从第一个就开始装，就想说，哎，我明明就是模特，就猫，他就从那边开始。不是，因为我想说 catwalk 应该没有会可以直接翻。你看他现在知道了，他就是刚在装。我现在是以男的为主来。祖兄，我来讲一下啊，彦明的嫌疑最大了，因为他第一题那个 catwalk 的时候，他想很久，对，假很假，那个感觉他已经在想要做坏，就是想要故意写错了，然后最后他又改回来写对的，我真的笨，对，没有，我觉得那个蛛丝马迹我抓到，然后
若琪是绝对可以排除的。但反我在观察中，如果他是间谍的话，他应该是藏得很深的间谍。哦，对。因为他每一集都在，对，我觉得反正我是间谍，经验丰富，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去慢慢去找出那个端倪。好，我们呢让这个唯一大家可能会箭头指向他的燕明，反肖凡凡，嗯，好，肖凡凡，我觉得是他。真的，两个互，因为皮肤部位不是皮肤，不是部位，那个太夸张了。那个想都没想就想说啊，乱打，就是有可能像我当间谍，有可能也会。我们现在就怕间谍是真的，就是很坑的，很笨的。如果新谍是间谍，我们就猜不到。真的，现在是27,000+哦。来，我们下个单元 A B 二选一，我们叫 A B 二选一呢，一样一人做一。但这个题目呢，你。当你模棱两可，或你明明知道对的时候，你是间谍，你就会很痛苦，因为你答对了，对，奖金就会加给好人；答错了，当然是加给间谍金，对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位来，新田，好。请问取下面膜的方向何者正确 ？A 下至上 ，B 上至下，请作答。都乱撕哎！恭喜答对。撕面膜的时候，如果由下而上的撕掉，不但可以帮我们的脸部毛孔向下生长，达到缩小毛孔的功效，这样子撕呢，还可以使脸部的毛孔残留那些垃圾污垢一并带走。哇！来，李兄，请问林志玲的老公是 A 阿拉西 ，B 阿基拉，请作答。阿基拉。恭喜答错！太夸张了，答案是阿基拉。我来看我就说了吗？没有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这个太惨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头版的新闻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不见得，有些他不关心，对不对？我知道是日本人，他可能哦，他可能很恨他。对，因为他得不到林志玲，我跟你说，我就赞了，就打主凶了，就是主凶。对，哇，大家都知道了是阿 Q 啦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完蛋了！我刚刚就是怀疑这两个男生嘛，特别关注。来下一位，请问什么是隐性饥饿？嗯 ，A 体脂肪过低 ，B 营养不均衡，请作答。这里噔噔噔，恭喜答对。他练健身的啦。很有把握，对不对？你看看，他急着想要答对，他怎么可能会是那个间谍？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好，来来，好坏来哦，间谍来，间谍来了。看他的表情哦，间谍。请问著名的减肥咖啡是 A 防弹咖啡 ，B 子弹咖啡，请作答。恭喜答错，答案是防弹咖啡。是什么子弹？鸡鸭不是猪，太夸张，太夸张，太夸张了！生活题我真的不行。你是现代生活白痴。哦，他只讲生活白痴。我也不太管这些，都管你什么减不减肥。不然哪个？我们也听过啊。对啊，对，我写子弹啊。真的没有听过什么？我只是配方，我们都讲过。是咖啡加椰子油，还有加黄油，这样子。奶油对，那我就不知道。真的不知道。对。你这问题有问题，我只知道蓝山咖啡、博朗咖啡而已。所以你答错了，这5000就加给间谍金，开心吗？可是有那么简单吗？焦凡凡，请问哪种香蕉的热量最高呢？分啊 ，A 全绿色 ，B 斑点多，请作答。加油，一定是那个嘛，知道吗？对嘛？很恭喜答错。热量高的是全绿色的，因为它是一开始采下的香蕉，卡路里有90卡。热量最低是香蕉外观长满斑点，热量大概68卡。嗯，假的？那我们也不会吃到全绿的。我们知道斑点多的比较甜。对啊，我想说很甜，热量比较高。哦。但是我们也不会吃到全绿的，吃不下去啊。对啊。对啊。那么硬，那么涩，我们怎么吃啊？对不对？其实这种题目就是可想而知的，会出这种题目。当然就是全绿色，因为想一想，全绿色不可能多嘛，一定是甜的变多嘛。哎，好了，我们要不要直接抓间谍？讨论一下啊，不用哈，讨论一下。我觉得你从头到尾都想，都很假，都很假。像间谍金是21,000，公积金是37,000。对，好，你会认为谁？
我还是觉得是他。是哦。对，但是公司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真的，他不会包庇他。对啊，他这样对我笑很假，我说你是坏人，他就他这样笑很假，说我不是啦，我不是啦，他笑得很假。啊，你有问题。啊，祖雄那题错是错的情有可原。没有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那个真的是不知道。对 Akira， 但是又有点怪，有点怪，所以他感觉还是有点新闻。但是新闻还其实来讲，还算蛮大的，只是你可能没有注意这新闻。他有个中文名嘛，我你跟他其实有点像，头发就这个样子。出油发量蛮多，他应该出那个阿拉西跟祖雄，这样我就会。先祖雄。好啦，这两阶段到底谁是间谍，已经呼之欲出了。来哦，我们下单元全体总动员。全体总动员啊！现在我们今天呢，怎么样判定谁是间谍？在我们这个单元呢，其实也是我们观察的重点啊。因为间谍呢，他故意演撇了，演歪了，后面答错了，间谍就有奖金；答对了，就加点公积金。啊，来喽，音乐起响。抓马一点，抓马，抓马，抓马。好，那动作要够大，来，用戏剧一点，夸张，音乐起响，好，造演造演，对啊，造演，转身，若琪，到谁？到我了吧？你还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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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音乐起响，可以看他吗？哦，音乐起响。我只看得懂，我只看懂四个字，没有，我演得很好，四个字，然后望看不懂，然后这个是不知道，就这样，一条鱼的感觉，然后又屁股，对，这样，是可以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四个字，一个动作，一个动作，嗯，哦，我知道，但我还是有点怀疑，什么意思？你怀疑啊？我演这么好，你怀疑？用望远镜，用望远镜，这样算是一个动作。来，王希田演，你就看这个，我演，来哦，希田来准备，好，音乐起下。朱兄，哦，从后面，然后又看到内脏，对啊，身体检查，哎是哎，可是他是偷窥的感觉，所以呢，全身检查，我还是你就知道偷窥，偷窥视差，满脑子邪恶想法，吃禁药，吃禁药，这个间谍很色情，身体检查。身体检查不用不用这样子，那个叫什么？X 光镜，那个叫显微镜，照显微镜哦，照什么？照显微镜，照显微镜，照照超音波，照哎，我演的很好，照超音波，他演的还不够那个，还不够传神，是吗？你知道吗？照 X 光嘛，应该是照 X 光，因为他 S 这样 S， 他怎么教我们这样比赛？不是 S。对，跟屁股光前要性骚扰，屁股要戳进去的什么？哦，牢虫。那个痔疮，什么牢虫？没事，检查胃镜，没办法，马来西亚来的，照大肠镜。太难了，哪会难呐？你知道吗，新田？我在想，照大肠镜还是什么？什么什么大肠检查？对，就是类似，是啊，就是啊，所以我猜不出来。不知道什么？我演的很，我演的是 OK 了。好，来，会演吧，很简单吧 ？OK， 好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凡凡，转身，很简单哦。好，来，音乐起下。来，若琪，来，音乐起下。赵演，来，新田，来来，若琪，完了，来，音乐起下，哇，我靠，这鱼脑，又少了一个动作，少了一个动作，就几个，就三个动作，他都会忘掉一个，我只记得，他只记得飞而已，对，还有手背背后这样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真的啦！你少掉动作了，少一个有点重要，真的少一个动作。来喽，音乐起下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
几个字？没讲啊。没讲。四个字，四个字。哦，四个字，什么东西啊？大鹏展翅啊。那这样子来干嘛？因为《神雕侠侣》哦，因为他是断了一个手臂，然后有毒鸟毒臂毒臂毒臂嘛，我刚也是这么认为。对，因为你断了一个毒臂，然后有一只雕在飞，《神雕侠侣》对，那是雕吗？大雕还是小雕？神雕是神雕，神雕神雕神雕。嗯，我最近答案是《神雕侠侣》。哎呦，哎呦。可以，不错，哎，不错，哎，我看到一个关键，真的有关键的哈，独臂，洗刷罪名，焦凡，我看他演的最好的一次了，最没有失真过的一次，好认真哦，这一来就《神雕侠侣》。自由之家，5000加给了公积金，最后一题，来，这个应该不难吧？嗯。想象一下，不难，好好演呐、啊！音乐请下。哦哦哦哦，好 ，OK， 好来，若琪，真的 OK 啊？动作可以大一点，让你们看着那个，要不然他怕记不住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好不好？来，音乐请下。他怕记不住了，快点快来，吴兄啊，祖兄啊，来音乐请下。啊，发财，来哦，音乐请下。我觉得大家的那种哦，瞬间记忆都很差。三个字，狗，狗，三个字，色哦，装死，哎，不是，色，不是叫你猜啦，叫我猜，你们不想参与，色色，狗色死。没有答案。神射手，神射手，因为他有死啊，所以在射中了。哇，那跟狗什么？新田，新田，我来演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那这样我们可以算得分吗？来哦，好来，音乐起下。哇，不是狗哎，疯狗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训犬师。我演的是犬。我们这边可以猜吗？我演的是犬，老虎吧？对呀，所以什么？驯兽师。对呀，你演的太烂了啦！哇！笨啊！不是，我演三个。用枪吗？我还要演坐下，然后坐下，然后握手。你要握大一点，因为你这样。对啊。没有，他们动作太大，而且你前面要很凶。对，然后鞭他以后他。啊，对，我是不主张暴力啊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不是没有办法，因为你们都没有演过什么太多戏，对不对？我有。好啦，所以呢，这一题10000呢，加给我们的间谍金哦，间谍金是34000，公积金是42000。哦，哎，间谍越来越多嘞，对啊，不知不觉。来，凡凡，你认为谁？我很想要排除若琪跟新田。所以应该就是彦明或祖雄，但是我觉得是你怎么还会猜？我觉得是他。你是彦明，我演这么好，然后还帮你们猜对，你怎么还会？什么叫帮我们？是帮你自己啊！帮我们！我自己就是我是坏人。那你说你们，你把我们变成是好人，说帮你们。我说帮我们猜对啊。他说帮你们。你们。他说帮你们，就我们我们。我想不用争你们我们。有时候人讲话是发自内心的。是的。太小心了。来，我觉得他跟凡凡都有可能。你说彦明吗？说彦明跟凡凡。对。彦明跟凡凡。嗯，因为我也觉得可能他们两个就是有互咬。对，就有可能。然后他可能也是因为看他已经这么笨了，就是也 OK， 已经有一些人把他定坏了。对，那他就表现好就好。嗯，对。有这么简单？你是被污名的吗？我真的哦，我真的被污名，因为我真的只是生活白痴。可是如果在演啊，或是其他，比如脑筋急转弯，我真的都可以表现很好。
我猜我刚刚，哎，他前面那个心情演的《神雕侠侣》，哪有？我还猜的演的，《神雕侠侣》咪呀，演超烂，好吗？我还猜得出来。好，《神雕侠侣》有让我。对，然后他有一点点什么扳回一城，对，可是我有点在想，他有可能是觉得钱够，钱够。我反题，我反问是，如果要演，我干嘛从第一题就开始演？然后我都只选生活题不会演，中间还是要假装一下。对啊，那我就会穿插，譬如说脑筋急转弯不会演，或生活题不会演。可是我是从头到尾生活题都不会演，都不会啊。你就是你有一个剧本啊，你有一个梗，你这个色情间谍。也不用争辩太多，公道自在人心，好不好？在哪一个？我们可能一早就看穿了，来看看谁是大间谍，皮肤。那个要不要直接开？我们要不要直接抓一次？好，直接抓一次，好不好？指啊，指向他。抓。来，今天的间谍就是张彦明。开牌，应该就是你。如果不是，我会傻眼哎。真的吗？间谍张彦明在答题的时候，因为错误太明显，一开始就被警长奶哥盯上，一直是众人猜忌的箭靶。最后一个说溜嘴，更让大家把矛头指向他。这么好了，还帮你们猜对。警长奶哥第一次这么肯定，第一把就抓到间谍，看来彦明的演技还需要再练练哟。我帮你了，耶耶耶！很一致，很一致。看刚刚那一句，哎，我在帮你们救。现了，因为我原本是想发自内心，不是我原本是想说从一开始就演，就是演腔，对啊，他有一个人物设定，对我有一个人物设定，先演腔，真的有剧本，对对 对, 對，我先演，所以你前面就要说我生活白痴，对，一直讲，一直在帮自己做是吧？对，做角色，对，做角色设定，我就往生活白痴都答错，然后脑筋急转弯都答对，我是往这个方向设定，哦，然后你说，那你我在帮你们已经讲清了，我已经露馅。定，但你没有投入。对，你没有。刚出来了，刚出来了。所以你《神雕侠侣》答对是真的觉得钱够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真的猜，我想要说从这边再扳回来一层，就是就演回来，让我们更不知道，更让我们误会他绝对不是间谍。所以今天呢，抓到间谍，所以呢，公积金跟间谍金全部加在一起是76000。所以呢，除了张彦明。你们三位，那当然焦凡凡是我们主剧，他不能分奖金，76000可不可以带走？可以，来，可以。现在我们噔噔，先来三张啊，我们的游戏，好，你们来选这一张，对，神拳黑白拳，神拳黑白切就是剪刀石头布，对，我常常讲这个猜拳呢，我也看人的，对。猜拳有全赢哦，全赢啊，全赢！等下朱兄来，他把运气，我没有跟你猜过啊，没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剪刀石头布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是说我要怎么会输，我就知道一定会输你，对不对？太好看了，把气给剪掉。这一段会播吗？这一段会播吗？会，因为也好笑，要播要播。青田来，我一定赢你，剪刀石头布。我要你们卸下心防。有心理战哦！他们想劝我们出什么？不要跟我，心理战，不要跟我，不要跟我，心理战，心理战，来喽！神拳黑白切，来，请出拳。不要让他知道重量哦。我们可以干扰吧？重量跟声音哦，我们可以干扰，无所谓，没问题，干扰干扰。我们替他制造点音效，不要让你们也可以讨论，都可以的。讨论就是你要注意他的重量啊，然后移动的时候，他不会加重量，对，速度跟重量哦。
那个声音啊，在运动啊，在忙声音要注意。你在忙什么？对，然后小心，里面都有声音哦，都有声音哦。会不会看到？你会不会看到？我怎么会看得到？看不到。可以了吗？有这样子。放好了，放好了。没什么嘞。买定离手啊。到底是什么呢？离手。哦，小姐，你这么想赢啊？他刚来前就说我很缺钱，家里缺钱。对。好，好。刚刚康仁拿得非常非常小心啊，如果呢他是石头，对，我出什么我赢不输，石头稳赢不输，那就是石头。我如果认定他出石头的话，我一定会出石头，对，我就稳赢不输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如果他是剪刀呢？就要平。我出剪刀，我稳赢不输嘛。我剪刀碰到了剪刀啊，那万一他出布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如果我认定他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不知道你出什么，你刚说你要，我还没有出啊。哦，你还没出，刚刚讲他分析，他分析，我在分析啊，他在分析啊，但我听不懂。你不用懂。哦，看开牌，因为你很不容易懂的。对。哪一个让我赢啊？奇怪。来哦，这个很心理战。一二三，开！剪刀哎，我也以为，因为我想他是出布哦，因为我看他拿得很轻，很轻盈，所以我觉得他绝对不是石头。没有，是我看起来很轻盈，但是我不是拿得很轻。哇，对，他健身哎，对，很轻。哎呦，慢慢的让1-0，力气很大。盖上，我帮。好，先拿一局，先拿下一局，再赢就赢了。我帮你，你要把这个放回去，放好。先拿下一局。好，哎，加油加油！气势气势！今天如果再赢就赢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三战两胜。来哦，神拳黑白切，请出拳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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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急不徐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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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有碰到哦？怎么了？你有撞到吗？对啊。他不敢呼吸了，是眼睛扎都没扎一下。那你过去有撞一下？他没在呼吸了。有啊。还是很大声，还是很大声哦。你要换了，确定了吗？没有，你确定没有？还是一个确定要告诉我？他在故弄玄虚。对对对，他有这个。故弄玄虚啊！故弄玄虚。故弄玄虚。故弄玄虚，我们不会让你看出来的。可以呼吸。你中邪了噻！可以呼吸，我不要那么痛苦了。确定了吗？真的。确定了噻。呼吸都不敢，好好笑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换。这么快？因为他刚刚移过来的时候，我听到空一声。有，刚刚有。所以绝对不是布，绝对不是布。可是我们移来移去啊，你不知道。他绝对不是布。随便你啊。一二三，开。哇！真的是那个。咔了一声啊！对对啊，但是我要再移啊！你有再移吗？对啊，哦，又1-1平手，加油，主角就给你主角，主角，关键一爆了，我们拿76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我们可以的，神拳黑白切。请出拳，来，我们就慢慢移啊。76交给主雄了，加油加油，不紧张，我们不紧张，我们不紧张，1-1不紧张。不紧张，没有人出过布哈。嗯，你现在拿的是布吗？不要跟他说，没有，不要跟他，不要跟他说。他想，他在考你，他想说，如果你拿布的话，他拿就不要看哪个眼睛，不要看哪个眼睛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因为他会堵你的心。对。好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我们慢慢的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急不许，不急不许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你这是轻放压力，你在捧祖先牌位吗？真正牌位。好了，好了，好，说好了，确定了，确定了。他拿得很轻盈。噔噔噔，我排除掉石头的话，我出剪刀，我赢不输。不敢看，对对对，好，然后开牌，1-2-3，开！哇，太爽了！太爽了！他拿得很轻，太到了，哎呀！
他拿得很轻，所以我一样，我把石头排除掉的时候，我一定出剪刀，因为碰到他剪刀我平手，碰到他不我赢。哦，懂意思吗？懂懂。这个的几率就在这个地方，这样你要把对方的那三个拳排除掉一个的时候，你又出哪个是稳赢不输的？稳赢不输了，顶多平手啊。对呀，对，因为刚哪个就已经说哇，石头不可能。对不对？对啊。七万六的奖金守住了。下次再来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观众们，别忘了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8点准时收看我们的《王牌别对碟》。快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，并按下小铃铛，收看我们的最新影片哦。想要看更多精彩影片吗？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。